最近哦，最近有那个求职的哈、哦，要注意一下。柬埔寨，谢谢。我今天在泰国、越南、印尼哦，那边朋友们，他们都来我们国家工作了，怎么可能我们会请我们更高薪去那边？对啊。所以这个一定是有诈的，一定要问清楚啊。这边不错，我马上上电话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另外这个就是求职防诈骗，亲朋好友要跟他们宣导一下。我现在可能这里还有加他们另外的陷阱哈。好，谢谢。哦，美女。